有。可能今日你透早来台北哦，刚有去见过柯市长。无啦，无啦，你也无用咯，我咧去出去见伊上个。伊最近敢不哩无用吼？代志。代志有影真多，真吵。看到哎呦，心会艰苦呢。安那讲？王力宏吗？伊袂，伊袂，伊上袂挑食，我就，哎，啥物拢会使食，伊个人就安尼啊。有一摆我创个吼，迄唔知有芥蓝啊无芥蓝吼，啊伊吼那个食，我讲你食了敢无好食？伊讲阿仔，食食就去了。那个大家都说，那个有些网友都说，那个柯市长遇到大事都会哭，都说他是妈宝市长，你怎么看啊？啥物人讲？就是网友。哎呦，伊人人爱讲啥都可以讲，咱卖个反驳，爱讲啥自由讲，哦，啊伊甲咱批评，啊咱就大汉，安尼不要紧。嗯，啊柯妈妈，他那个柯市长，他礼拜天要去爬101啊，这礼拜天登高赛啦，被压了。哎，哦，哎呀，然后就有网友就说，就民调这么低，然后每天就是顾着爬楼梯，那怎么看？我是无啥赞成啦，无必要一直爬楼梯，伊逐日嘛伫爬。他不是每天爬吗？按都够运动了啦，每天你运动啦。然后之前还骑脚踏车到最南边嘛，对不对？就体力很好，他以前小时候体力就这么好。无啦，那是硬要的啦，我看。安怎讲？我无赞成伊安尼啦。嘿，整个晚上无睡觉呢，啊，佫有人讲，你半夜是偷坐车。啊，所以一路都拍啦，拍到屏东去啦。你也看有好笑啊，无好笑。啊，哪着，互人安尼，甲咱无相信。咱是袂讲好笑的人，哪着互人甲咱无相信。他体力这么好啊，会不会？不是体力好，咱人吼有一个意志，想要做的代志一定爱做好。不是讲是体力好啦，伊嘛是强强爬的。其实伊去爬迄个吼双塔吼。我是哦，100%的无赞成。伊惊我知啊，伊无我知呢。伊去爬我唔知呢。我是看电视讲嘿，啊，我走去坐自行车啦。啊，我有看后好多伊的同学吼，有叫坐坐去。啊，我是心肝是较安啦。啊，有人统计吼，市长上任之后啊，今年来考过10次，啊，伊较早跟我家爱考。我拢唔捌听伊咧考，我逐日好快乐啊，要考啥？所以做市长较无快乐咯，你看。啊，做市长啊，知啊，人会当然哦，人多话就多，啊，都会批评，啊，互伊批评袂要紧。啊，我是想讲啊，袂要紧啦，互伊批评才会长大。啊，咱哦，若有唔对的所在，爱改。我是想安尼啦。